看迷你世界中的星海流光诺丽，他和贝克坐着云朵来到了迷你世界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在迷你世界中，你们千万不要让诺丽掉入虚空中，不然诺丽就会永远消失，而贝克则会出现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非常喜欢诺丽，那么请为他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在迷你世界中想要见到虚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先要使用铲子把上方的土块全部敲掉，然后使用钻头把岩石块给它全部敲掉，此时就会看到基岩。我们需要使用官方大大提示的问号武器把基岩给它敲开。在评论区中扣出8628，你将会知道如何在迷你世界中合成出问号武器。すごい。那么如果让星海流光诺丽掉入虚空，它真的会消失吗？贝克真的会出现吗？今天我和学姐就做了这个实验，我们让诺丽掉入了虚空，瞬间贝克他就出现了，并且出现了死亡墓碑。我点击了重新尝试，小伙伴们你们看，这个时候贝克他出现了，而我刚才使用的诺丽他却永远的消失了。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？